OK，我哋好开心啊！今日能够嚟到教会同你哋分享神嘅话语，我哋都系将呢段时间交俾神，我哋一齐做一个祷告啊！我哋祷告，天父，我哋感谢你俾我哋生命气息，俾我哋健康，俾我哋能够有力量嚟到教会敬拜你。我哋求你赐福呢个时间，让我哋每次打开你嘅话，愿你嘅圣灵光照我哋。俾我哋感動，好似頭先讀嘅經文，願你嘅話在我哋嘅心裏邊扎心，讓我哋覺得你係對我哋説話，而且我哋要有行動回應神嘅話語。主啊，你嘅話語係我哋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。嘅目的就係要照亮我哋前我哋嘅生命。但願我哋聽到亦都行道，賜福俾我哋個教會。讓我哋弟兄姊妹帶着心靈誠實嚟敬拜你，我哋深信你必定在中間引導我哋。我哋都為有疾病弟兄姊妹，亦都有啲係經歷苦難憂傷嘅，求主耶穌你安慰佢哋，幫助佢哋。你係我哋嘅得勝嘅救主，求你帶領。將以下時間交託俾你，求你賜福，奉耶穌名求，阿門。你好，我哋今日读呢段经文啊，读咗啦，我哋已经系《使徒行传》二章37至47节，讲到神响教会初期嘅教会嘅工作。《使徒行传》Acts of Apostle 即系话记录使徒响初期教会嘅工作。使徒点样能够奇妙嘅工作咧？就因为有圣灵响佢嘅心里边，响信徒心里边。動工，所以先有咁奇妙嘅作為，有咁嘅能力去醫病趕鬼，咁先有神嘅權柄去將福音傳俾萬民。所以有人話《使徒行傳》叫做聖靈嘅行傳嚇。我哋睇到呢段經文，彼得第一次響呢個耶路撒冷初期嘅教會講道，啱啱耶穌升咗天之後，神就嘅聖靈降臨響五旬節。第二章記錄到五旬節嘅教會，聖靈降臨咗佢哋身上信主嘅人，佢哋就有神嘅同在同埋力量去見證，佢哋甚至講唔同嘅語言，好似我去到潮州，我識講潮州話講道咁，係一個好奇妙嘅。當時啲人話：點解你識講呢啲話？都係一個神俾佢嘅特別嘅能力。初期嘅教會好多。奇妙嘅事，好似係超自然嘅因為係神蹟，係神嘅工作，神願意喺初期嘅教會用好多神蹟嚟彰顯佢自己嘅能力。今日我哋新約聖經已經寫完啦，我哋有神嘅話語，我哋神嘅選擇冇咁次數冇咁多嚇，冇話好似彼得識叫呢、這個。坦嘅人起來，等等咁奇妙嘅工作，但係神亦都有佢嘅主權同埋時間，將有好多神蹟奇事。彼得話佢嘅信息主要係講到耶穌就係尼賽亞，就係佢哋舊約預言嘅神嚟救佢哋嘅一個救主，亦都係死裏復活嘅。佢個第一次講到呢個重點就係耶穌係從死裏復活。嘅救主係主同埋尼賽亞，咁咧，同埋一樣嘢咧，好扎心嘅，另外就係佢哋呢班人咧，有啲早一兩個星期之前咧，仲喺度嗌釘死耶穌，釘死佢，釘死佢。呢班猶太人咧，好多仲係當時咧以為耶穌係一個假嘅先知，或者係點樣？佢哋咧以為聽咗呢啲法利賽人祭司講，耶穌係騙子嚟嘅，釘死佢，釘死佢。佢哋都有份嗌喎，都係有好似隻手有血跡啊，有耶穌嘅血跡，佢都係害死耶穌嘅，有間接嘅將耶穌釘十字架。彼得話：你哋所謀殺呢位主耶穌咧，佢已經復活咗啦。我哋親眼見過佢，而且佢就係舊約你哋信嘅大衛，摩西嗰講嘅救主
理財啊？哇！咁佢哋好震驚嘅，哇！咁都咁我哋殺咗神差遣嚟嘅救主啊！好哇，好羞愧啊，好害怕，好驚啊！哇！咁點好啊？咁所以佢問彼得同埋使徒，佢話：咁我哋點樣做好啊？而家我哋犯咗咁大嘅罪，我哋做乜嘢好啊？我哋可以作什麼啊？當怎樣行？彼得俾咗一個答案佢哋，佢話：你哋各人要悔改，奉耶穌基督嘅名受洗，叫你們的罪得赦，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。因為呢個應許係俾遠處同近處。嗱，彼得俾我哋一個一個答案，就係點樣成為一個基督徒咧？我哋信耶穌係要做啲乜嘢咧？佢就講咗四樣嘢，佢話要悔改。跟住話要洗禮，跟住要知道自己嘅罪被赦免。第四就係有聖靈居住喺我哋生命裏邊。呢四樣嘢咧，就係所有真正重生得救嘅基督徒咧會經歷到嘅。所以我哋今日用一段時間嚟睇下呢度，我哋有冇咁嘅經歷咧？我哋嚟咗教會，當然教會係好開心，好多。温情啊，好多弟兄姊妹愛心，但我哋都有屬靈方面嘅要學習。我哋嚟教會唔單止係平面嘅同阿 Linda 啊、阿珍姐啊呢啲嚟，阿 Kitty 啊咁好開心嘅，每個禮拜見到。但係咧，我哋嚟都係見神嘅喎，我哋嚟敬拜神嘅喎。神要我學到啲乜嘢咧嚇？神要我明白啲乜嘢咧？神要我怎樣去長進，怎樣去改變呢？聖經的話語有什麼是我需要明白的呢？所以這兩樣東西都是一起的發生的。我們來見 Kitty 很開心，我們也來見上帝，上帝透過講員教導我們聖經，我們明白真理。如果我們經常這樣做，一年52個禮拜，兩年就104個禮拜，哇！你諗下你嘅長進係會好多喎，感謝神啊！你哋做基督徒咧，如果我哋真係真真正正嚟敬拜神咧，彼此相愛咧，每個禮拜都係好精彩嘅嚇。就算個牧師講到好悶咧，都好精彩嘅。只要佢係講真理，只要係講神嘅話，我哋都有嘢可以學到嘅，同埋見到大家嚇幾喜樂啊，好似兄弟姊妹咁，所以。第一點咧，佢哋呢班猶太人問使徒：我哋當怎樣行？你哋要悔改嚇。第一件彼得第一樣嘅提到就係要悔改。雅各書唔該，next 雅各書一章十二節咁樣講：只是你們要行道，不要單單聽道，自己欺哄自己，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，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詳細察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的律法的，並且時常如此。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，乃是實行，實在行出來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雅各書呢度提醒我哋，我哋咧唔好淨係唔係做一個淨係聽到嘅基督徒。我哋有時有一個錯誤嘅思想咧，聽完道咧，我哋就好熟靈噶啦。有進步嘅，肯定聽完道，你好對多聖經嘅教導明白多咗。但係唔係未練成你嘅功夫喎？因為即刻個頭腦上啊，知道嘢同實在行出嚟咧係好多唔同。我哋阿聖經話：不要含怒到日落。真係好啊！神嘅話語真係甘甜。一曬埋本聖經喺架車度行去，就同個老婆鬧起嚟啦嚇！唔好含怒到日落，而家未日落再鬧，鬧到夠鐘為止啊！即係咧。知識同行為咧，係有差，呢、這個就係要我哋
實要係長進嘅地方啦。我哋好多基督徒咧就頭大身細，聽好多道嘅，聽到變咗聽道專家嚇。哎，個牧師咁渣嘅，我仲講得好過佢啦，係嘛？哎，我聽過36次啦，耶穌講呢、這個種子呢個比喻啊，我都聽過可能20-30次。變咗專家啊！呢個講完都唔好笑嘅，又唔我哋當然啦，我哋聽得多就可能會覺得哎呀，都係聽過啦咁啊。但係神嘅話語咧，佢話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嘛嚇、啊。你都唔行咁，照嚟做咩嚇、啊？你梗係行緊先需要腳前嘅燈，你係有個目的先有路上嘅光位。啊死咕咕坐喺度。我話聽好多道啊，聽到個頭大曬，又唔行喎，咁就變咗個頭腦上嘅基督徒啊，知識上嘅基督徒，有咩唔好處啊？越嚟越驕傲啊！啲法利賽人啊，識好多聖舊約聖經，但係又解錯經，同埋咧又唔行嘅，即係耶穌話佢哋都唔喐隻手指都唔肯，聽啊聽好多，行咧叮咁多都唔行出嚟，咁又變咗好驕傲。哇！我都識啦，舊約摩西講噶嘛，我知啊。不過佢老婆話佢唔行出嚟啫嘛，咁啊，係嘛？所以結咗婚係一個祝福啊，因為個老婆成日喺隔離，你最扮到好熟靈咧，翻到屋企就佢就唉，我唔信你講嘅嘢咁。所以咧，唔好做一個頭腦上嘅基督徒，好冇？我哋個個都要學噶，我都學緊。啊，講係易過行嘅喎，講預備下就講得噶啦。行啊，真係難啲喎，係嘛？要聖靈幫助我哋啊，要我哋帶著謙卑嘅心，求神幫助我哋悔改。咩叫悔改咧？我哋睇下一個悔改咧，就係轉方向嘅意思啊，將你嘅心轉向神。可能呢、這個。就是聖經給我們的解釋，什麼叫做悔改，就是將我們的心、我們的行為、我們的生命由自己要走的路走去滅亡黑暗的道路，被魔鬼控制的，我們主呼召我們的時候，我們說主啊，我跟從你，我就令去神那裡，我說神啊，我聽你話，你 叫我做什麼，我服從，有咩我唔討你喜悅嘅？求你幫助我，赦免我，叫我從黑暗裏邊走向你嘅光明，由心裏邊轉，至到行為嘅轉，言語上嘅轉，態度嘅轉，呢、這個就係悔改，認罪悔改，知道自己得罪神，知道自己唔討神嘅喜悅，就要悔改，轉向神嗰度，同埋相信服從上帝，呢、這個就係叫悔改。為自己嘅行為感到真誠的悔恨，不要只是悔而不改，有時候悔，很悔啊，悔了但又不改，悔改都是兩樣東西，悔是後悔，改是改變，合在一起就 repent， 要轉向神那裡。一個重生得的基督徒呢，一定要經歷這個悔改，向神悔改，認罪。如果沒有這個經歷，我們信耶穌就不是真，我們沒有真正明白耶穌為什麼要救我們。耶穌救我們可以給我們在地上很多次祝福，給我們健康，給我們經濟上穩定，這些都是神賜給我們的恩典。但是呢，有一樣最大的問題呢，人要面對呢，就是我們自從亞當夏娃之後，我們跟神的關係破裂了，我們有一種罪性，我們不喜歡去神那裡的，我們不聽神話，我們自己就做自己的神，我們找自己的路，我們用自己的量度什麼是道德對還錯，沒有神的，神說什麼我們都不理，我覺得對就是道德，我覺得錯就是自己做出來的，跟神的又差距，所以呢，我們這樣走下去呢，人生只會有很多的問題，很多的錯處。當你
冇神带领嘅时候，就等于冇光、冇地上路上光、冇脚前嘅灯，你就系盲嘅一样。嗱，好多老人家夜晚去厕所咧，唔中意开灯嘅，我唔知点解。我父母又系咁啊，好多就跌倒嘅。啊，好似悭到嗰2毫子咧，就好开心。特登唔开灯嘅，叫佢都唔开。啊，唔使噶啦，摸啊摸啊摸到啊，砰一声跌咗，系嘛？好到，我谂我哋有时都系咁噶。哎，啱啱啱有摸到出去噶啦，有脚前嘅灯路上光都唔用，眯埋只眼自己冲咗去，就想唔跌倒都几难啦，系咪？希望我哋人生唔好咁样啊！冇神嘅话语，我哋就等于冇灯噶啦，黑掹掹啊，有咩嘢踩到香蕉啊？跌咗落樓梯都會㗎，所以勤力啲讀聖經，悶都讀，瞌眼瞓都讀，讀下就唔瞌眼瞓㗎啦，讀下就唔悶㗎啦。你要俾啲代價嚇，你我哋基督徒第啲嘢啊肯付代價，但係咧讀聖經又唔肯付代價，到嗰度又話好攰好眼瞓，咁你要擺啲心機落去啊，買啲教科書嚟睇。買啲參考書嚟睇，努力啲去追求，咁就悶啦。你解得明聖經嘅時候，你就唔覺得悶。所以悔改係信耶穌嘅必須經歷嘅一個屬靈嘅經歷。我哋唔可以從來未悔改過嘅，或者信耶穌呢、这個唔係聖經嘅福音。福音就係耶穌，我哋聖餐話流出你個寶血。为我哋个罪嘅缘故，佢点解要死？佢死就系叫佢神审判我哋嘅罪喺耶稣身上。我哋欠神嘅嘢，耶稣买赎翻嚟。呢个系冇人可以俾到你。观音菩萨冇一个教主能够救你从罪里边出嚟，只有主耶稣先可以解决人嘅罪嘅问题。罪嘅悖逆神，唔听神话，只有主耶稣同圣灵住喺我哋生命里边，先会有呢个改变。约翰福音，对唔住，约翰一书1章9节，我哋就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背咗佢，或者成日记住呢段经文。我们若认自己嘅罪，神系信实嘅、公义嘅，必要赦免我哋嘅罪，洗净我们一切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面。啊，呢度讲到一个我哋同神嘅关系，就要咁样去藉着主耶稣嚟到重建我哋同神嘅关系，因为罪破坏咗我哋同神嘅关系。但系我哋认咧，认罪即系话我知道自己系真系犯错。我哋最叻就系呃自己。或者俾一個藉口我人藉口啊嘛，個個人都係咁噶，俾人捉到佢梗係有啲嘢講噶喎，啲藉口啊，殺咗人冇啊，我係殺咗人喎，佢自己撞埋嚟啊嘛，撞埋我把刀度啊，佢咧就避開我粒子彈，我射佢可以避開，佢自己攞嚟衰，即係藉口咧就係、是、我哋唔肯認罪就係、是。仲喺度俾藉口自己，唉，我发脾气，因为我遗传嘅，我爸爸已经唔好脾气噶啦，我系咁噶啦，冇得改嘅，呢 个咪又系藉口系嘛？即系认罪咧，就系、是、我系有呢个问题，神啊帮助我，好似好简单，其实一个好大嘅向前一步，好多人咧唔肯认罪。覺得自己冇做第一，第二攞藉口嚟到呃自己，我冇犯罪。我哋如果唔肯認罪咧，我哋喺神面前就冇咗呢個平安，冇咗呢個赦罪嘅平安，冇咗同神呢個正常關係咧，我哋就長進得唔夠唔健康。所以認罪就係咁解，就係、是、轉向神。使徒行传3章19节，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归正，英文就系 turn back, return to God。即系，所以就系我哋从呢啲经文，我哋睇到悔改就系要
轉方向、轉改變，從悖逆神轉向歸向神，不聽神的話，現在轉向聽神的話，是由思想至到行動都改變，讓神改變我們的思想，改變我們的行動，全部都要靠神幫助我們的。如果不是神感動我們，我們不會思想改變，如果不是神給力量，我們都不會行為改變。所以呢，去教會，感謝主你今天在教會，去到教會亦都要經歷改變。如果沒有改變，我們進來教會都不知道為什麼。很多後生仔讀大學，爸爸媽媽給他讀很多錢供他讀大學，讀完他都學不到東西，因為他都不是去學東西，去開 party 啊，去玩的嘛，有時抄功課啊，咁砰砰聲咁啊，幾年，哇 happy 啊，日日飲酒啊，吸大麻啊，不得要啦，學咗啲咩啊？唔係去大學就一定係讀到書學到嘢，唔係每個行入教會嘅人都係基督徒，要有生命嘅改變。你真係讀書先學到嘢啊！你嚟到教會都係要經歷神，聽神嘅話，俾佢改變，你先成為一個真正基督徒。但係我哋唔係去教會，我哋去耶穌度嚟親近耶穌，接受佢做你嘅救主。第二咧，佢話要洗受洗，受洗咧，羅馬書話俾我哋聽，受洗就係一個經歷咗耶穌嘅愛、救恩、救贖、拯救，而喺眾人面前做一個見證。我而家歸向耶穌，藉著洗禮歸入耶穌，歸入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，亦都加入教會，係一個向public 嘅，係一個公開嘅見證，即係有少少似你愛你個太太啊，同佢訂婚啊，即係結婚啦。咁你如果可能啊，梗係想啊，若話俾啲親戚朋友聽，或者係基督徒啊，做一個崇拜。告訴人聽，這個就是我太太啦，那個牧師說你可以錫你太太啦，有些那個姓都改埋啊，跟了你姓啦，結婚，這個是一個，他們一定要相愛的嘛，是吧？他又應該一個真正的婚姻是有愛的嘛，有了愛就見證出來，行這個禮，信耶穌，我們信了耶穌了，悔改了，相信主了，知道他的救恩了，我们就经历这个洗礼，成为众人，在众人面前做一个见证，我是属于耶稣的，奉他的名洗礼。所以呢，不要误会，洗礼呢，最重要的事就是好像我刚才说的，是一个属灵的经历，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需要主的救赎，所以你接受，用信心接受这个救恩。我们得救时本乎恩，也因若信，不是靠着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个是一个救恩，我们接受这个耶稣做我们的救赎，是一个礼物，是神的救恩典 grace。 所以这个不是你用你的力量去赚回来的救恩。所以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都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不洗礼住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好的，我們有虧欠，我們不足夠，我們才相思靠神嘛，我們要從祂那裡得到力量才可以成為一個神喜悅的人嘛。等到你做一個好的基督徒，耶穌沒有叫我們這樣做，耶穌叫我們做一個好的基督徒，但是呢，這個是依靠主的結果，不是靠我們自己。洗禮只是一個見證，一个每个信主的人应该做的事，所以不是得救的条件。所以就算我们福音派相信，就算今天我们信了耶稣，没有经历过洗礼，如果今天死了都可以上天堂，都可以见到主，因为我们是用信心接受耶稣，这个是一个 gift， 这个是一个 grace， 是靠着祂的功，去為我們在十字架上造成的救贖去接受。沈牧師在我們靈修分享那裡講過洗禮，在這段經文
我读俾大家听，洗礼本身不能给人新的属灵生命，即系呢个仪式啊，你两个水度浸落去上翻嚟，而且一种公开承认信仰嘅规程，是见证受洗者已经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一种礼仪。虽然洗礼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，但信徒理当受洗。从马太福音28:19来看，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洗礼是与耶稣建立师徒关系、作门徒的开始，不是作门徒的结果。我个人认为，决志相信耶稣却坚持不接受洗礼的人，信仰可能有问题。这个沈牧师在灵修分享这里《使徒行传》二章呢度嗰陣時寫低嘅，所以我哋教會我哋都係福音派都係信呢樣嘢，洗禮一個見證，唔係一個得救嘅條件，但係耶穌叫我哋洗禮嘅，我哋冇藉口唔洗禮，如果你今日仲喺度猶豫點解你唔洗禮咧，快啲同牧師講，同長老講、執事講，我哋嚟幫助你。真心悔改信耶稣的人洗礼，这个是好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，他自己都洗礼，虽然他没有罪。All right， 第二跟着下去，麻烦罪得赦，当我们悔改相信主，这里不是说你洗礼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耶稣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，但这个洗礼是象征耶稣会保佑洗净我们，所以鼓励彼得叫我们去洗礼。洗礼是一个表彰，就是我们同主耶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罗马书第六章，这个就是洗礼的意义，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所以呢，我们真正悔改的人呢，罪得赦免。当我们真正悔改的时候，罪已经被主的宝血洗净，透过洗礼来做一个见证。他说跟着说要领受圣灵，圣灵就能够就悔改的人就居住在那些悔改的人生里面，改变他们，由重生开始直到成圣，一直直到我们见主面，每一天都帮助我们，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做奇妙工作，好像神迹一样，根本耶稣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做些好像神迹，或者不是好像叫人死人复活的，属灵上都是啦，叫我这些本来死在罪恶过犯的人复活过来，就活出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些就是神迹。你只要给主耶稣帮助，你肯去依靠他，你会见到很多奇妙的生命的改变。这个都是一个都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要靠着他才能够结果子。早期神的教会的工作，门徒恒心遵守使徒的教导，而且使徒行神迹奇事，使徒行神迹奇事，因为当时要建立神的教会一个基础，主耶稣已经升了天了，这个这么大的使命，神要用一些奇妙的方法，特别的方法去见证他的同在，和他的认证这班人是从神而来，所以给使徒特别的权柄去做奇妙的赶鬼医病这些神迹。今天已经没有使徒，使徒就是亲眼见过耶稣复活，亲眼见耶稣钉十字，一早被耶稣呼召跟随那十二个门徒，除了犹大之外，后来再选了一个，这班人是 eyewitness， 是见同耶稣生活过，同耶稣祈祷，见过耶稣的神迹，亦都見到耶穌釘十字架，亦都見到耶穌復活，見到耶穌升天。今日有冇人見過我哋？我唔可以叫自己做使徒，因為我冇見過。呢個就係使徒嘅 definition， 就係要經親眼見過神揀選佢哋，係教會嘅初期嘅領袖。佢哋有權柄做神蹟，甚至寫聖經。今日我哋只係讀聖經、解聖經，我哋冇寫聖經，我哋冇聖靈冇俾我哋新嘅嘢。如果有新的东西，你去看看启示录最后那章，约翰说哪个加或者减神的话，在这本书里面，神要将他的名从生命册拿走，这个 warning， 神要保护他自己的启示，因为有太多假先知、假
假嘅神迹喺末世嘅时候，耶稣翻嚟之前有好多呢啲咁嘅事，所以神要保守佢自己嘅启示，唔系个个走出嚟就话系神嘅启示就乱晒大龙。所以点解佢话要遵守使徒教训呢？使徒就系承接耶稣嘅教训，因为佢哋亲眼听过、亲耳听过、亲眼经历过，所以写圣经都系呢班使徒啊，都系或者使徒嘅教导过嘅人，使徒嘅教导即系话耶稣嘅教导，即系我哋今日嘅新约圣经啊，加上旧约圣经就系我哋嘅信耶稣嘅蓝本。点样知道真理啊？就系神嘅话语。冇第啲捷径噶喎。你如果你唔睇圣经咧，你就会有好多俾听咗好多错，你都唔知喂。你嗰啲人喺银行做嘢咧，训练佢点样分辨啲伪钞同真银纸咧，就叫佢日日摸住啲真银纸，净系摸啊，已经摸到分别。一摸一張假銀紙咧，即刻摸到，因為佢日日都接觸呢啲真嘅嘢咧，啲假嘅嘢好容易睇到嘅。嗱，如果你都唔識聖經，人哋講啲嘢似是而非，你知啲異端啊，好可怕。係我讀過神學啦，我睇佢哋啲寫嘅嘢咧，我都好 confuse， 好容易俾佢引導錯誤，因為佢有講聖經噶。他講一大輪聖經，跟住中間加佢自己嗰啲嘢，教主講嘅嘢，然後結論咧，你跟佢哋講嘅嘢。當你就係睇頭嗰時候，冇錯啊，都係聖經嚟嘅。呢啲突然間有一兩句咧，就離曬譜嗰啲喎。咁你唔小心睇咧，你真係唔係咁容易睇到嘅。即係做假銀紙嗰人咧，梗係越似啊越叻啦嘛，係嘛？假先知都係啊，憑神蹟奇事講聖經。但係再加插一啲異端落去，一啲錯誤嘅啊，就係異端。所以你哋今日，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要愛神嘅話語，讀神嘅話語，你就能夠分辨是非，亦都明白神嘅旨意。早嘅教會就係遵行使徒嘅教導，就係耶穌嘅教導，亦都睇到好多神蹟奇事。第二，在分享和愛中彼此交通，這個字就是 fellowship， 團契。我們怎樣基督教叫團契，就是一個希臘文，就是同一個經歷，就同一個，好像同一艘船一樣， fellow in the same boat， 就是一起，我跟你在船上沉，一起沉，去到目的地，一起去到。即係我哋嘅經歷都一樣。今日我哋基督徒喺耶穌裏邊就係主內弟兄姊妹啊嘛。我寫有時寫卡俾人都係主內嚇 ，in Christ 喺耶穌裏邊，我哋我稱阿明啊哥哥啊，唔係細佬哥哥，大我好少嘅啫。有啲長者啊，阿珍姐啊，阿好姐啊。見到我好似當我唔知孫定仔啦嚇，差唔多啦。總之好有種熱情喺度嘅。我喺夏令會見到阿寶姐啊，哇走埋嚟揾我，哎牧師喎，好似台山人嚟嘅係嘛？牧師喎。啊！哦，哈利路亞！哇，咦，咁我哋廣東台又多個精兵喎嚇，感謝主啊，係佢好有勁啊，好勁啊，好，而且佢對聖經都好認識嘅喎，我頭嗰時問佢啲嘢，佢答得好好喎，真係啊，哇，感謝主啊，我哋要多啲呢啲姊妹啊，真係建立神嘅教會。嗱，佢我都唔係識咗好耐啊，我就有時喺網上見到佢啊。究竟佢真人，我都係有時見過幾次啊。哇，佢好熱情啊！見到我，你哋都係啦嚇。阿 Linda 每次我行入嚟咧，佢梗係問我識唔識啊。其中我哋讀過一段咧，佢話啲人變賣啲房產啊，
分享大家。这个是一个当时教会只有当时发生过，教使徒都没有教导以后的教会要这样做，但是当时实在可能受逼迫或者很困难的，耶稣刚刚走了，他们呢有很多需要，物质上需要，甚至有些人有爱心到卖了自己的房产、去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、我们今天 Linda 分享他那个不知道叫什么，绿色的那些东西，是啊，有毒的，有毒的，不是啊， Linda 怎么会被有毒的，有时排毒少点暗疮的，他都是他游泳吃的嘛，他没有lunch吃，他吃的。那牧师一进来，哎，吃不吃啊，牧师？他有时差不多逼我吃的，要他真的很想我吃的，那不吃都不好意思啦，是吧？不是挺好的，有点爱心的。那怎么好呢？就是讲回，他分享一些东西给我们，有好姐、珍姐，你们全部都是啦。我记得雨堂姐很多东西吃的。由第一日到今天都是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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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爱，有神的爱，所以初来教会好一个极端的例子啦，就是甚至将金钱来分享。今天我们或者未做到这个这么大的爱心，但我们都有很基本食物可以分享，祷告可以大家代祷，关心打下电话或者text 他啊，怎样都是。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团契，这里就是讲到的团契，他初期的教会就是这件事，有这件事，也都是给我们后世教会的必须有的，有神的话语，有基督耶稣的爱，有交通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提醒，当我们忧伤的时候，需要弟兄姊妹给我们由神而来的安慰，或者有时候我们可以安慰那些需要的人。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一个特色，早期教会神给我们一个 role model， 给我一个模式，一个模型，叫我们后世教会这样做。耶稣自己亲口讲，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得你们是我的门徒。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流露。你有没有喝过武器的可乐？我有时我们买了很大樽可乐，扭得不紧，放了在雪柜，哇，一个两个礼拜后，哎，喝可乐，武器的， Oh my God， 很难喝啊。基督徒没有爱呢，就好像武器的可乐一样，只有样子，不是可乐来的，有点不同了。所以提醒，神提醒我们。你要有爱，因为耶稣自己命令我们的要有爱。我们没有爱呢，很多事都会错了，有爱呢就很多事都会对。他说如果你真的彼此相爱呢，基督徒那些人啊会闻到啊，好像闻到那些煮嘢食咁啊，吸引他们来的。我都是这样信耶稣啊，我那时都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啊，我的同学带我去教会，咁咁得意嘅呢班人啊，咁好好唔同喎，即係有佢哋好真誠，好即係同世界人有啲唔同。慢慢就吸引我去教會，經歷到有啲人為我祈禱啊，我唔識佢嘅，啱啱識佢，哇！佢同我祈禱，哇！我搞到我喊咁滯，我都咁大隻，冇人。啲陌生人喺條街咁樣去為我祈禱，咁真咁，真係好唔同啊！有一種上帝而嚟嘅愛，
所以今天我們教會需要有神的話，需要有交通，需要有神的愛，也都有敬拜需要。聖餐他們一起的麥餅，這個字可以說是吃東西，他肯定他們有吃東西，但是呢也都應該是講到聖餐。耶穌是吃緊嘢嗰陣時設立聖餐嘅，佢唔係淨係設立好似我哋咁食聖餐嘅。嗰陣時最後一晚就係真係一個吃緊嘅，食食下耶穌就話：呢個係我嘅身體，呢個係我嘅寶，我嘅血。佢哋有一齊用餐，但係亦都有一齊去敬拜神。聖餐就係敬拜，我哋今日坐到就係敬拜神。所以我們教會，我們基督徒要有敬拜的生活，自己可以靈修，自己可以聽道，自己可以唱聖詩，星期日就來教會一起敬拜，星期五就是團契讚美神，這個就是一個基督徒的生命。跟著我們一起祈禱，祈禱記載很多次使徒行傳有他們的祈禱，彼得被人拉了去坐監又是祈禱，保羅見到主之後又祈禱，耶穌升復活之後，那些門徒也都是在耶路撒冷和瑪利亞一起祈禱。祈禱就是基督徒的同神的一個權柄，神給了一個方法我們跟神溝通，跟神敬拜他，和去求他幫助。以前呢就沒有 cell phone， 以前是有電話線，總統有一條電話線的，一個 hotline 一按總統聽，哎，我是尼克遜，我是誰，那叫 hotline， 即是不用，哎，我來問，好像我們去交電費或者打去問要按二按四，跟住一個 machine 啊，講緊嘢 machine 嚟嘅，喺印度嘅，搞一輪咧五分鐘後，原來喺印度有個人答你問題嚇，我唔係呢個 department， 我幫唔到你，請你打另一個電話，卜一聲收咗線，哇激到你飛起啊！好感謝主，我哋今日同神溝通咧，唔使要卜線。有些人誤解了，牧師啊，你跟我祈禱啊，我有什麼事啊？我心想，喂，我跟你都是這麼高這麼大，神真是恩待我，給我有這樣的機會侍奉，你跟祈禱跟我一樣是跟神祈禱的，珍姐祈禱奉耶穌名真心的祈禱，神一定聽，是吧？牧師或者講得好聽啲嚇，或者點都好啦。總之你哋一樣可以祈禱，彼此代禱。你唔嗰啲可能有少少誤解嘅，有啲人特登啊走嚟問我：啊，牧師啊，又話祈禱喎，咁你都要祈禱啊？咁淨係我祈禱啊？佢唔祈喎，你牧師同我祈曬佢喎，靈啲噶，唔係好似聖經冇咁講喎靈。OK， 大家一起祈禱啊！祈禱會，我哋今日見感謝主，見到我哋廣東堂好多去祈禱會喎。我哋真係多咗祈禱會多人咧，其中嘅原因就係廣東堂啊。以前我哋祈禱會喺呢度嘅，禮拜三十點半啊，好多年噶啦，我喺呢咁多年都有參加。咁咧，啲老人家有時嚟唔到啦，後生又要翻工啦。所以呢就不是那麼多人，所以這個 pandemic 有一個好處呢，就上網可以祈禱禱，現在呢多了人祈禱，很多教會都是這樣，現在還多了人祈禱會，有網上夜晚上老人家不行啦，怎麼出來，但是現在教到他們一按個掣又可以跟我們祈禱，所以呢就是感謝主啦，主有他的什麼什麼環境底下神都可以做的工作。最後一點是為耶穌作見證，為什麼他這裡沒有說為耶穌作見證，但是為什麼我說耶穌作見證，因為最後那句他說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，right？
如果佢唔傳福音，點會無端端走嚟啊？走嚟我信啊咁啊？我諗唔會啩，我未見過啲咁嘅情況，好少好少，都係人哋，我都係人哋帶我信耶穌嘅，人哋傳福音俾我，帶我去佈道會，我哋分享啊，我哋嘅見證，我哋嘅愛心，我哋嘅禱告為嗰個人，佢哋慢慢就會信耶穌，所以一定係有神嘅見證。OK， 所以嘅結局就係天天。的人數加俾佢得救嘅人數喎，唔係人數，係得救嘅人數，係悔改信主嘅人。OK， 我哋下一個唔該。啊，今日我哋最後應用喺我哋生活上。今日神擺我哋嘅教會裏邊咧，係其實係一個屬靈嘅家嚟嘅，係幫我哋成長。你諗下，如果你出世，如果你孤兒幾慘咧嚇，冇父母理你。啊！一個人正一食都冇得食，啊，甚至病死都冇人知啦。如果你生咗出嚟，冇人理你。今日你信咗耶穌，只係神擺你響屬靈嘅家。啊，牧師俾神嘅話語你食，弟兄姊妹俾愛心栽培你。啊，有咩學行嗰陣跌倒，啊，有人嚟呵你。啊，唔使喊嚇，我哋個個都學緊行嘅。這個就是我們基督徒成長的很需要的東西，所以教會是很寶貴的。有很多人拿教會來開講笑，教會有很多軟弱的地方，有罪人的地方就有失敗，但是教會是神設立的屬靈的家，栽培所有信主的人，建立我們，叫我們成長。我自己自從信主到而家，感謝神，我真係冇神俾我憐憫，我俾我真係好少唔去教會喎，真係呢個都係神嘅俾我恩典。我禮拜五夜晚節目電視有咩我唔知嘅 ，CBS、NBA、NBC 乜乜乜做緊乜嘢，我完全一啲唔知，因為我由細到大十幾歲信主咧，我禮拜五就去團契嘅。或者查經，我總係有啲嘢高興外嘅。我禮拜五我一定喺教會，唔係誇口，而係我要講俾你聽，神藉著教會建立我哋嘅屬靈生命。你唔去教會咧，你就走寶啦，你就少咗一個經歷，少咗個學習。我唔係一次 download 曬所有嘢神唔俾我嘅嘢噶，好似汁。去收割咁，每個禮拜五又去收少少，啊擺咗入個心裏邊，下個禮拜又擺，或者頭先話齋52個禮拜，啊一年有52個禮拜，兩年啊104啦，啊一路落去，啊你諗下有冇改變咧？除非你個心好硬啊！如果你真係帶著謙卑嘅心去學習咧，點都會有改變噶，點都有聽入去，就算帶那個很悶又好，怎樣都好，我從來都不，尤其是我要講道，所以我不會批評人很悶的講道。講道不是講笑的嘛，是不是？有些人都說不好笑的，牧師，哎呀，對不起，我神學院沒有教我講笑的，啊，講道都是自己作出來的，神學院做到的話，你要講笑的，沒有的，所以，不要緊，一直講下笑都好的。講笑又冇咁易瞌眼瞓啊嘛，係嘛？有個保羅講道都有人瞓覺跌死咗，你知唔知啊？使徒行傳啊，所以我 feel better， 我講道啲人瞓覺咧，就佢哋唔好跌死就得啦。你都係講笑啫。OK， 神要我哋喺教會成長，所以我哋點樣先咧？我哋要參與咯，係嘛？你又唔嚟聽道？查經又不去，祈禱會又不得閒，52個禮拜，哎呀，俾面啊上帝啦，一年去兩次，聖誕節、復活節，俾足面啦，神啊，咁啊慘啦，啊，你走咗50個禮拜嘅教導嘅機會同相交敬拜，咪叫做營養不良咯，係嘛？人哋食52餐，你食。兩餐，哇慘了，真是屬靈生命枯乾了那些。
所以我哋要參與，怎樣先能夠做得更好嘅成長咧？致力努力參與。使徒嘅教導就係聖經啦，神嘅教導啦，我哋要讀啦，要睇啦，要行啦，團契啦，參與啦，有團契有查經啊，參與啦，敬拜啦，擘餅啊，崇拜啊，唱詩啊，祈禱會啦，自己禱告啦，為人禱告啦，同埋做見證啦。如果你有呢五樣嘢咧，你真正倚靠神去學咧，你就會畢業啦，或者你就會成功啦，你就成為一個有用嘅基督徒，一個結到果子嘅基督徒。冇捷徑啊！你唔好又唔肯讀經，又唔祈禱，又唔侍奉啊！你想做一個好嘅基督徒，可能你根本就唔會想做一個好嘅基督徒。如果呢啲咁基本嘢你都唔肯做，神又點會叫你長進咧？係嘛？你又點會去肯願意為神侍奉咧？所以祈禱就話神啊，你要我喺你嘅教會做咩咧？做第一係俾出啲乜嘢咧？第二你要我學習啲乜嘢咧？兩樣都係。我哋嚟教會有得著嘢噶。我由細到大去教會，我得著好多好多。我要多謝嘅弟兄姊妹多，我真係完全係神用佢哋嚟幫助我。但我亦都有去付出噶，我都有去將我可以奉獻嘅嘢，我奉獻俾神。所以今日我哋就停喺呢度，我哋求神幫我哋思想下，今日我哋喺教會參與咗咩嘅角色？我哋有乜嘢可以奉獻俾主？我哋有冇偷懶，成日都唔參加神俾我哋嘅訓練？我哋但願我哋每一個能夠生命上更加嘅長進，好冇？我哋做個祈禱。天父，我哋感謝你俾我哋打開你嘅話語，我哋求你俾我哋教會有愛，有神嘅話，有禱告嘅靈，亦都有見證耶穌福音嘅力量，亦都賜俾我哋彼此相愛，亦都叫我哋嘅教會長進行喺主你嘅道路裏邊。我哋將廣東組交你手，求主你親自憐憫栽培我哋。叫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是丰盛，同埋有一个由神而来嗰种嘅福音嘅大能，活出一个改变嘅生命，俾我哋悔改，俾我哋天天学习，俾我哋跟从你。我哋咁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